如果发现头发开始稀疏，可能是头发缺乏营养，以致生长周期失衡，头发脱落的速度远远快于生长速度，时间耐了真是神仙都救不回了。有丰富临床验证的瑞士配发家，每日吃三粒，就好像施肥咁为头发注入养分和微量元素，令发根重现生机活力，难怪有超过 90% 用家满意它的效果啦。想知道配发家怎样帮到你，即上这个网站看真啲。